天下不语，笑看历史风云。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夏清微之社。大家呢都知道，在古代先人埋葬去世的人的时候啊，都要选一个风水宝地，在现代的农村也是如此。在风水学上的说法呢，是这样子能够让去世的人能够安息，有利于投胎转世，并且呢还可以造福自己的后代，平平安安，飞黄腾达。在风水学上选墓地呢，还有一种避尽偏的说法是占墓穴讨鸿运，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占了别人的墓穴就可以抢了他一生的好运。据说秦始皇就是因为占据了周天子的墓穴才能统一天下的。在1992年的时候啊，考古学家在宝鸡市一座建筑工地就发现了一座明代县令级别以上的墓地。考古学家欣喜若狂，可挖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一座古墓在他们之前就有人发现了，并把墓地中的文物洗劫一空，继续研究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考古学家准备打道回府，不料就惊奇地发现了古墓下面还有一块很大的石板，难道古墓下面别有洞天？考古学家又鼓起耐心继续研究，惊喜就发生了，古墓下的石板是空的。当挖开石板的时候啊，又发现了一座古墓，这座古墓却是战国时期。根据现场研究和风水论的说法，不难判断，知道这就是占墓穴讨鸿运墓地。这种埋葬的方法虽然本意是抢了别人的好运，但恰巧给墓地形成了一种障眼法，让盗墓者以为就只有一座古墓而已，对另外的一个古墓进行了保护，果真是一举两得啊。挖开古墓，发现里面都是青铜器文物，就是玉器文物。让考古学家乐坏的是，还有黄金文物。还没有挖完，天色就已经暗下来了。不过，考古学家还是坚持挖完才走，生怕留到明天就被别人给盗走了。毕竟是黄金，这么值钱的东西，谁拿到它真是赚大发了。当然了，考古学家不是因为钱，而是让这些文物能有更好的保护起来。就在挖掘过程中呢，专家对于墓主人的身份逐渐有了了解。于是一位考古专家表示，赶紧挖，下面有一把黄金宝剑。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还果真挖出了一把黄金剑柄的宝剑。这次挖掘万物收获了很大，为中国文物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啊，这把黄金宝剑更是稀世珍宝，重达5公斤，可以说是价值连城了。挖掘出来后，就从宝鸡市送往了南京的博物馆，成为南京博物馆里的诸多稀世文物之一，如今被封为了我国的一级文物。本期的夏清文史社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评论、转发、点赞。